大家好，我是 AD，这一次来到台南的一间休闲钓鱼池，它是海水的，钓一整天只要300元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划不划算。开钓这喽！里补充一点，它钓一整那肯定天不会，可以让你抓1斤的一鱼，斤啊。但是呢，就是其他如果说你有超过的，它就是以斤计价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下竿试试看喽。今天我使用的是筏钓竿嘛，然后改前打的方式。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撑得住，所以这休闲池就随便玩玩喽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老板说，里面放的鱼种有龙虎斑、虱目鱼、好了，鲈鱼，人带了。还有龙胆石斑跟海无锅鱼，最主要还有红鲨哦。听起来真的是蛮多鱼的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就是白虾来做钓饵试试看，到底会不会大丰收呢？继续看下去吧。朋友下竿立马中鱼喽，到底是什么鱼呢？好像还蛮有拉力的。他使用前打竿，然后应该也算是软竿细线博大鱼吧，看看是什么鱼吧。哇，有飞起来嘞，好像是鲈鱼吧。拉到岸边喽，一探究竟吧。好，俊伟要撞鱼了。眼看啊，大家都中鱼了，只有 A 君他还是在敲龟，哎呀，真可怜哦！看能不能有一条鱼让他上钩呢？可怜他一下吧，不然300块就飞了。赶快加油！似乎鱼好像都不咬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快接近中午。顺便来看一下周遭的环境吧。其实都周遭的部分都长满草，它水深的部分呢，其实也都不会很深，大概是1米至1.5米，我猜啦。其实没有大。但就是蛮浅的。不负众望中什么鱼？啊，终于大鱼上钩了！哇，这一尾多到啊！底是什么？值班哦。班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这只先留起来吧。龙虎斑，哇，粗哎、欸！
哇，好粗哦！拉近一点啊！那钩子没倒钩，你小心哦。先把它抓起来吧，不然。他不要抓，我可以不要抓起来。但是我们等一下要那抓鱼啊。那鱼啊。对啊。龙虎斑。那不就拿到那篮，拿到哪个篮子？对对对，拿一个篮子啊。那个篮子那边。对啊。那网子啊。先，你用鱼夹先把它夹起来啦。不会碰到它。不会啊，你那等一下会脱钩，我跟你讲真的。我先拖大卫去好了。好。我快掉下去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咯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并按下喜欢哦。拜拜。